Namo Himalaya， 欢迎来到 Jane 的引导冥想。今天我将带领你进行一段专注于平静心神的冥想练习，帮助你释放那些不停运转的思绪，找到内在的平静。当你准备好时，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吧。首先，请找到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坐下来。冥想最建议的姿势是盘腿坐，或者任何让你感觉良好的姿势。坐下来后，请保持脊椎挺直，肩膀自然下沉，轻轻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双掌朝天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请慢慢地闭上眼睛。现在，请把注意力转向你的呼吸，只是轻柔地去感受它，不需要强求任何的节奏，就让它自然地流动。现在缓缓地透过鼻腔吸一口气，感受到腹部的扩张，再缓缓地吐气，感受腹部的收缩。每次吸气吐气时，把空气带入到我们的腹部，并由腹部把空气挤压出来。让你的呼吸按照当下你觉得最舒适的节奏进行。有时你的呼吸会很深，有时会很浅，这都非常的好，只需要顺应你的呼吸，随着它的起伏自然流动。接下来，慢慢地闭上你的左手，让左手成为拳头的状态，大拇指在外，手指轻轻地被手掌所包覆着。感受这种温柔的动作，伴随着呼吸一起进行。当你吸气时，缓缓地张开左手，接着当你吐气时，轻轻地把右手闭起来，呈现一个拳头的形状。随着吸气，右手再次张开，继续这个交替的动作，让你的呼吸引导你的手掌，并且感觉到每一次的闭合和张开的动作都与呼吸同步进行。随着你持续这样的节奏，感受手部的每一个细微动作
轻柔并且缓慢的移动，完全的让身体与呼吸保持同步。这并不是控制，而是一种顺应，随着你的呼吸自然的打开与合起。保持吸气，吸入空气到你的腹部，吐气时把气由腹部吐出来。随着我们使用腹部吸气吐气，也在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，也就是放松的神经，让有意识的呼吸带着你的身体放松，也带着你的大脑放松。现在，请专注在你的呼吸上，你的双掌上，持续握紧拳头，放松拳头。当你再次呼吸时，轻轻地握紧拳头，然后停留片刻，感受手中的能量。请仔细观察你所感受到的能量是温暖的，还是凉爽的，或者有一些轻微的刺痛感。感受手中的能量，这些细微的感觉是否从双手传递到你身体的其他部位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轻轻地打开手掌，感受手掌中所有的变化。这两只张开的手掌，象征着你开放的心态，也象征着你愿意接受生命中即将到来的丰盛与机会。请在心中默念：我开放、愿意，并且准备好迎接创意和解决方法。请保持着这份顺从和感恩的心，感激你今天给予自己这一个片刻的宁静，给你的大脑一个短暂的休息机会。准备好时，请缓缓地把双掌合十，并且摩擦，产生热度。现在，请把双掌贴在你的眼皮上方，感受掌心之间的能量，慢慢地移动到耳朵，缓缓地移动到颈部后方，感受颈部后方掌心之间的热量，慢慢地通过颈部后方
双掌来到胸口合十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气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请慢慢的张开眼睛，微微的转动一下手指和脚趾，把意识带回到当下的空间，带着这一份新的平静回到你的世界当中。感谢你今天与我一起进行这段冥想。建议每次当你意识到你的大脑已经过度活跃，无法平静下来时，回到这个冥想，帮助你的大脑得到些许的安宁。在这里为你送上我满满的祝福和爱。Namo Himalaya.